好，但有很多限制，也这样要解决问题嘛。观点第一个，对，你说现在为什么要拿那个线来？好了，荣获误会好不好？人难免人有失手，那他把它删掉了嘛？但是他这几天他又提了，就是包括柯文在防疫期间他的成绩，你们大家为什么你们大家到现在只对他有污蔑？那时候成绩为什么不看一下？可是有很多大家既然要爬出，全部都要往前弄嘛。是，包括好大巨蛋那个过程当中，柯文哲一定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嘛？对 ，OK。对，全球的大巨蛋看球都撑伞吗？我以为这是风潮哦，应该不是风潮，应该不好哦，应该不是风潮。我以为是风潮，因为好像我们每次听到只要下大雨，他就一定会撑伞。最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不知道哈、哦。大家就把大巨蛋也拿出来讲，那个大龙洞的那个社宅也拿出来讲。现在就是柯文哲任内，好了，我觉得大家不需要一竿子打翻，他真的有做，如果有做什么，大家拿出来讨论。但是真的像这些，是不是也应该被拿出来讨论？五哥，其实刚综合大家来宾的分析哦，我现在研判有种情形，可能那个律师去见柯文哲律见的时候啊，都有个小本本，嗯，然后在那个记那个所有不分区，那谁加分谁扣分，谁往前进一步，谁往后退。KPI， 为什么？我当然是开玩笑讲，但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真的。你综合起来，每个人都在拼绩效啊！是啊，然后你看哦，陈志可能被扣一分，你看除了那个捷运红线扣一分，再扣一分，因为捷运红线那个事情完了之后，哎，陈志远当然知道出包嘛，然后包含少了一个 B 嘛，就是那个英文的 B 嘛，少了一个 B， 有的就说少了 B， 那 Ben 在哪里？好，不管哦，就是不管，可是他跳出来马上想要转移焦点，所以陈志远就跟大家讲说，哎，那个啊，之前啊，我们。大家记不记得柯P在疫情期间做了什么？可以帮我们贴在留言吗？啊，我记得我们每天从早开会啊，到处找病房防疫对策，凡做过会留下痕迹的，不是吗？他要讲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强调，很多网友看到发现一个事实，那个是整个梦碎，就是疫情期间其实首长应该跟人民站在一起，好好替大家解决问题。可是没想到，不管是刚才是北科，不管是金华城案，全部在桥的最重要的时间点都在疫情期间。所以陈志远这跳出来，大家重新回想柯文哲在防疫期间干了什么事，是一个好市长。不过拍谁哦，四叉猫真的很多事。先找到一句话，让大家觉得哇、哦，中央要是搞我的话，我就慢两天再开始帮民众打疫苗。凡做过会留下痕迹，这很重啊。嗯，这句话找出来就是你当时是不是真的有就苦民所苦。另外这个画面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他接受采访的时候。当时发现一个状况，就是说，如果美国、英国疫苗无法如期来台湾，那中国大量要把他疫苗来台湾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他说台湾会陷入焦虑，然后这个表情大笑，笑到抽搐，笑到这个样子，嗯，这骗不了人的。所以，哎，陈志涵为什么说他被扣一分？你另外你讲的这一堆，他只有扣一分吗？你不要被外貌给迷惑了。不会，死亡预估人数恐吓市民，然后中央要协助借检测站阻挡，大家都还记得吗？当时跟陈佩琪一直讲 AZ 疫苗有问题，然后预言莫德纳进不来，然后后来杀高端杀到底，就是说这一堆全部弄在一起，再加上这个表情，每个人对防疫都可以有不同的立场。可是你是见猎欣喜，你是为了攻击中央防疫，然后为了图自己一己之力，还是你是真的像陈志涵讲的，你是从早开会到处找病房防疫对策，这个可能对你会很伤了哈。再来最后一个，我要讲大巨蛋，大巨蛋状况哦，因为。我持平的讲到这个事情，五哥刚才问的问题是说，大巨蛋有漏水到底是不是合理的？我讲一下，你们大家观众会觉得很瞎哦，我必须帮全台湾公共工程讲一部分的话，再讲他的问题在哪里。OK， 所有的公共工程，大的公共工程做完之后，你们会觉得怎么每一个台湾公共工程做完，以前包括我服务的台中大都会歌剧院，那个时候整个建完，从胡志强到林江和卢秀慧，为什么中途一完工马上漏水？所有的这栋工程完成的前一两个月，我认为我持平讲，完工的前两个月有漏水去解决，我可以接受。因为只有经历过强雨之后，他会知道哪边的缝隙没办法处理好。可是大巨蛋为什么大家无法忍受？我后来去查，第一次被发现漏水去年十二月。你到现在多久了？十二月到现在超过半年，九个月了，历经两任市长，从柯文哲。一路到历经两任市长，中间有经历过台风，有大雨，就是你该经历。就有人说买房子你应该在大雨以后去看，对，就你知道什么状况，我都经历了。对，但现在还是撑着展开、啊。所以，我前面持平的吧，因为我为什么前面要先讲的前提，是因为
不能说公共工程一完成前一两个月有漏水就说这个是怎样的，因为前两个月那个经过那个压力测试要处理好是对的， okay. 可是九个月之后这有问题啦，这会不会是一开始你根本不应该让它完工，一开始的检测就没有处理好，所以没有一个市场会希望它居然一直漏水了。当然，当然。然后结果现在九个月过去了，然后每一次遇到瞬间强降雨就漏水，这一定有问题啦。